地专卖店的发展迅速，竞争十分激烈。在日系品牌环视竞争之下，大同三星能在台湾行销这么多年，一定有它与其他品牌不同的地方，就在于大同三星对服务的坚持与承诺。在2008年，大同三星渐渐由服务站转型为三星专卖店。大同三星竹山店为直营店，在充满人情味的竹山镇里，透过实体店面的方式与顾客互动，进一步了解顾客的需求，来达到销售的目标。本研究以三C通路顾客服务体系，以大同三C竹山店为例，研究三C通路顾客服务体系的现况。在顾客服务体系销售阶段，我们分为售前服务阶段、现场服务阶段以及售后服务阶段。在售前服务阶段方面，我们以收集名片、建立顾客名册、建立大家店的仿销制度，以及随时携带 DM 提供消费者参考。在现场服务方面，店长经专业的训练，每个月通过考评，以及提供最专业的选购建议。在售后服务方面，我们针对送货到府完成售后服务，建立顾客仿销制度，以及推行会员制，达到顾客服务体系的内容。经实地访谈店家取得店访记录后发现，竹山店在维修服务以及宅配服务方面的满意度均达90%以上，显示顾客服务体系的内容有具体的落实。根据本研究的研究内容与结果，提出以下建议。第一点，引进手机通讯相关产品，使年轻顾客认同。第二点，增加对年轻顾客族群的销售技巧。第三点，主动增设停车位或是引导停车。第四点，提供满额赠送纪念商品来增加顾客的服务满意度。第五点，主动抽测产品的品质，加强品质的管理。以上是本研究的研究内容，敬请指教。公司迎接飞跃年代，迈向世界大同。公司迎接飞跃年代，迈向世界大同。